哇，今天也太早了吧？今天我一到就到今天我一到，我平常都要等你个至少应该十分钟，最好啦。结果我一到你就这样，就全部都穿好了，就这样下来了。哇，可以，你说吗？那要去吃早餐，你要吃什么早餐？没有开啊，不知道，已经现在已经12点吃饭啦。有看到？12点吃饭啦。好，随便找一家好了。由上数来第二个，那我好，从这边，这一家由上数来第二个，这一家喽，是这家喽，宝石平价早餐，那应该有，不行啊，我已经选到你们，我就选这家。民生街哦，好，那就这一家好了。很远没？不啊，三重。评价好吗？会不会一颗星哦？4.6颗哎。可以，那可以。79个人评价4.6颗星。好，出发。好，走。肚子饿了。你也点好了吗？手机，什么？搭机场，他后面已经伤了没？对啊，哎，很严重哎，iPhone 摔了。没有，他上次骑脚踏车摔，已经摔成跟没样。我们今天首要任务是干嘛？吃早餐。不是啊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啊。去看铁道模型。不是，那是次要。有一个那个什么，我的什么？你的 Grace。对。Grace。啊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太皮啊！为什么会坏掉？因为那天地震压坏，地震坏掉，地震被震坏。没有，那天我把眼镜放在床头，然后应该是梦游吧，对，梦游，然后手就给它拨到床上，对，翻身就压坏，对，对。那所以我今天要干嘛？去买 glass， 对 ，glass 什么品 ？glass， 那是玻璃，应该是 glasses。glass。好像是吧，应该是吧。有车停在下面丢。有车。对。那应该是去仁爱或是年轻人吧，看看，反正就三重附近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去吃早餐。所以我要用特殊镜头。有特殊镜头啊，因为很漂亮，我才用这种镜头。哪有？上次去那个桃园那个，你也是给我用那种那种，就在捷运站。我配2000多，赚到2瓶矿泉水，哦，3瓶哦，他是来给你多一瓶。他说我怎么那么可爱？对，那时候你喝完，他不会多给你一瓶。他说，哎，这么可爱。我们建议做的，这个是。多不给你一瓶，这是有点大。蛮。
在那个台湾铁道博物馆，这里这里面就有一些什么铁道模型啊，1900多少年的铁道模型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来看一下。希望不会失望。现在几点？3:12，它5点就关了，我们3:12才到，因为我们刚才买眼镜。配眼镜。哎，我配很快哎，我真的是马上，你看啊，我马上看一看哦。我就给你挑，哎，大的小的，你说大的比较好，那我就两个比较。嗯。大的买了。买的。哎，花钱不手软。哎，花钱不手软。所以你的眼镜比我贵2倍。我的超不手软。我的没有手，我不能用脚架。哦，那可以拍了。可以拍。好。我可以拍一个。要半票。那我们应该是属于半票了。半票6岁了哟。小朋友。防疫新生活。奈何桥，你看，摩托车的进站，摩托车进站，好笑。
很累哦。刚刚看那个铁道，那就很累。刚刚谁在很呛的回答老板？因为我很累。不会很累。你累屁哦。这个五号桌刚好。我以为老板在跟我讲话。乱讲话。没有，就是老板讲话，我要回吗？他不是问你。我以为他问我，所以我要回答。这个两位麻烦坐中间。好，谢谢，下一个椅子。这里的。我不要拍了，我要睡觉。对对对。